好，那各位家长们好，以及六年校班的所有同学，大家晚安。非常谢谢大家邀请我参加这一次的盛会，因为真的我一进来就呜，三四五六八组哎，而且前面感觉好像那个要吃喜酒的感觉啊。那这两年真的谢谢家长对我的信任与支持，好让我能够跟这群小孩子、这群小孩达成很多的默契。那也谢谢他们也愿意听我的唠叨跟。我的叮咛，那希望这些能够对你们未来国中都非常的受用。那我就说那个我们那个四十条班规，那个回去不要把它丢了，你真的留着嘛？那也是我呕心沥血想出来的哈。会不会只用到你们这一届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今天当然是没有去争取到那个师长致辞啦，因为真的会泪崩，因为这一届其实我带了四年。那四年，但后面两年是校班，前面两年是别班。但是他们对他们，所以他们很讶异。我一见到他们的时候，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，因为我在带他们，确定我确定要接他们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在期末考的时候，我在监考就已经一个一个在认识他们。所以这样，哦，你叫做什么？马上就被抓到，一点小毛病都没办法改。那就是这两年的过程，当然点点滴滴啊。那当然，有时候老师会比较冲动一点，凶了点，可能讲话也会有一点点口不择言一点。那可能有时候伤害你们小小的心灵。那希望，大家就是小人有什么样的小人有小人，就是好。那希望未来，毕业之后有机会还是可以回学校，就是再回到小学部看看老师，跟我们做一些交流。那像我们都会愿意帮助你们处理很多学校的事情。那家长也是一样，如果还需要以后，钟老师就是这方面给你们一些支援或者是一些相关问题，我也非常乐意，好，跟大家作为朋友，然后来为孩子以后的教育也一起走下去这样子。那大概就这样，然后祝福在座的毕业生，好，老话鹏程万里，对不对？好，鹏程万里，好，那。就是恭喜大家毕业了，那也恭喜各位家长把孩子拉满六年，小学毕业迈向国中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。老师，去留步一下。我们准备了一束花，谢谢。签名的卷轴，对，希望老师以后永远。